在意外事故中受伤的乘客，目前15位都还在花莲慈济医院接受治疗，当中有3位目前在加护病房内，伤势都已经稳定的恢复当中。花莲慈济医院院长室医务秘书李毅说，杨小妹妹早上去看状况非常稳定，意识清醒，她开过刀之后左边的颅骨是拿掉的，颅骨拿掉之后过一段时间会动手术把她的骨头放回去。杨小妹妹呢，她这个现在早上去看状况非常的稳定，意识清醒，那么她开过刀之后她的左边的颅骨是拿掉的，那颅骨拿掉之后呢，那这个大概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再动手术把他的骨头放回去。好，那他目前状况清醒，那已经早上在吃东西了，刚刚我们去跟他爸爸说的时候爸爸也很高兴。好，那当然他的这个胃管还在，就是吃的不够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给他补充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护理师啊都有跟他沟通啊，在那边跟他玩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李小姐也很清醒啊，她动过手术了，那动过手术之后，因为我们本来是动过骨盆腔的骨科手术，那她右边的肋骨大概断了4-5根，那本来有气胸血胸，那这个今天早上大概中午以前我们会把她的胸管拿掉，因为她的气胸血胸的恢复状况是非常好的。那当然他是有表达希望能够出加护病房，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年仅12岁的杨小妹妹情况逐渐好转，另一位李小姐原本有气胸血胸也都已经排除，也不需要呼吸器帮忙，另一位陈姓病患血栓的状况也已经排除。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。